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B C D 哈是边长一的这个正方形，然后呢，这个三角形哈是一个正三角形，所以这边长都是一啊，这边长是一。好，那么他问三角形哈 P B D 的面积，三角形 P B D 的面积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正三角形。正三角形的 PVC 啊，加多少呢？等腰三角形 PCD， 这两个三角形加起来以后，再扣掉什么呢？扣掉三角形 BCD 啊，再减掉三角形 BCD， 那这样就是这个三角形了。这两个三角形加起来，然后再扣掉这个三角形。就是这个小的三角形面积。好，那这是一个正三角形嘛，正三角形面积是四分之根号三啊乘以那个边长平方，边长现在是一嘛，一的平方啊，加说加这个等腰三角形，等腰三角形这个是三十度了哈，那我以这个当底，这个底的话是一啊，底乘以高，高的话我就画垂线了，画垂线的话，哈，这是一，啊，所以这是二分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比二比根号三嘛，这是一的话，这就二分之一，所以高是二分之一，底乘高除以二了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好，啊，再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呢这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是底乘高除以二，底乘高除以二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是四分之三嘛，四分之根号三加四分之一，减掉二分之一，这两个一减是负四分之一啊，所以是等于四分之根号三减一。